在亲近神的时候呢，整个心灵爱慕神，多谢天父，多谢耶稣。那就是说我们的心投入的时候，圣灵即刻会来到我们身上的。多谢耶稣，耶稣好爱我们的，耶稣陪着我们的，耶稣赐给我们喜乐的心，喜乐的灵。啊，哈利路亚，哦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多谢天父。嗱，呢个都系咧圣灵嗰个临在嘅强烈啦。咁咧，系你系咪你 ？O K 嘅 ，O K 嘅。落你落到地下时，你喺度笑系有咩经历啊？好喜乐啊！好喜乐、啊！好大嘅恩膏同好大嘅要涌住啦！好大嘅喜樂湧出嚟啊！嗱，呢個平安喜樂。啊，感謝主啦！呢個咧就係我哋多親近神啊！呢個鎖匙好緊要係乜嘢咧？唔係淨係係啦，個心靈誠實同埋好感激神，心裏時時以神為樂，神真好啊！我感激你做每一樣嘢，我全心跟從你，聽曬你話，神你就必然祝福嘅，即係成個生命。神啊，我喜悦你，我感激你，我赞美你，我欢喜你，我欣赏你，我愿意听晒你说话。咁咧，你就发觉神嘅同在咧，就加强我哋身上啦。咁我希望咧，大家都能够嗱，第一喺香港嘅时候，我哋都能够更加投入，有圣灵嘅同在加强我哋身上。咁然后咧，当我哋有带领聚会啊，去边个地方带领聚会，神都大大使用我哋。哈利路亚，多谢耶稣，你想唔想啊？可以的 ，OK， 靠住耶稣必定可以的 ，OK， 荣耀归俾主，阿利女人。